是，请自由入座，请议场外工作同仁引导委员进入议场入座。各位委员好，宣誓典礼即将开始，请委员自由入座。各位委员好，宣誓典礼即将开始，请委员自由入座，请议场外工作同仁引导委员进入议场入座。
位委员，宣誓典礼即将开始，请委员自由入座。请工作同仁发送誓词。各位委员，若还没有拿到誓词，请示意，工作同仁会立刻为您递送。各位委员，若还没有拿到誓词，请示意，工作同仁会立刻为您递送。宣誓典礼1分钟后开始，请按铃。各位委员，若还没有拿到誓词，请示意，工作同仁会立刻为您递送。第十届立法委员宣誓典礼开始，请监事人吴承桓大法官就位。宣誓人就位，请全体立法委员起立。宣誓，请举右手向上伸直，手掌放开，五指并拢，掌心向前，宣读誓词。
李晨，谢谢监事人吴承桓大法官，请立法委员就座。请各位委员在誓词上签名，并将誓词留在桌上，稍后会由工作同仁收回。请各位委员在誓词上签名，并将誓词留在桌上。请工作同仁收回誓词。各位委员，请到议场前广场集合。我们将在5分钟后进行合影，请从后方2个门到议场前广场合影。合影完毕之后，请各位委员再回到议场。我们将在10:30准时进行投票，选举院长。请委员于10:30准时在议场进行投票，选举院长。请楼上观礼的委员亲友由工作同仁引导下楼，由两侧离开，到议场前广场两侧观礼。